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83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传承系列的这一款呢，叫做 Magnus 吧，我不知道怎么念啊，听起来有点像马格斯。如果你去翻译的话呢，它是一种金属元素，叫做镁，但是实在太不好念了，我们就叫它石头人吧啊。石头人是这一波的玩具里头呢最抢手的啊。然后它跟这个核心级的这两个是属于同一个种族的，看它的外形呢也是有一个一致的石头附在甲壳外面的感觉，它是属于呢可以拆解的组合金刚，但是拆解呢拼装的部分呢我就不特别给各位做演示啊。那它有一个盾牌，这个盾牌的话呢并不是扣在侧边啊，它是握在拳头上的。比较可惜的是呢，它的这个孔洞呢是在后面，你握在后面的话呢就感觉比较奇怪，除非说你把它转到一个特殊角度。那一般来说呢，在人形状态下呢，我觉得吧还是让它扣在背后呢是一个最适合它的造型。有一把石头斧，应该是石头斧没有错吧啊。那么它身上还有一块部件，它的腿的后方这里，这片部件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把它拆下来扣到手臂的后方去。这个呢也是它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啊比较应该去摆放的地方。但是平常吧，在人形状态下呢，真的摆在后面会好看的非常的多。而它身上的话呢有两个很巨大的车轮刚好在胸口，这个造型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棒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人物的细节可动，还有一对金色的眼睛啊，这个是蛮特殊的配色。头冠的话呢仿佛是一个王冠或者是一个头盔的样子，也是一个口罩的感觉，有一点 OP 的样子。手臂360度的转动，平举的话呢非常的没有压力，有手肘90度。拳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冠，拳头呢这个球冠非常的紧，所以我上了一些细油或者叫做硅油，不然它真的不好转动。腰身可以转，腰的话呢其实它腰非常的细啊，看起来孔武有力，但其实是个细腰型的男子汉，叫不是球冠啊，非常的紧实啊，这个支持力度非常的好啊。那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脚的话呢前后可以动，脚掌也有很好的接地，但是呢建议吧在站立的时候呢还是把它呢往后面推到底，推到底啊，往前可以移动，但往后就到中间就停下来了啊，建议往后推到底了啊，比较不会往后倒就是了啊。那我们呢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后面这个背包的话呢看你想不想把它拆下来了啊，我们就尽量不拆下来。它的胸口的话是一个双动的关节的连接杆，把它整个也往上挑出来。挑出来之后的话呢把它往前面啊推到底，再来的话呢把胸口给打开。打开之后这个地方要扣进去啊，第一次扣的时候呢非常的紧啊，这个地方的话呢应该会多少有一些磨耗啦，把头给翻进去到这里。再来胳膊的话呢我们把它往内放进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转到这一侧，记得把这个拳头给转到朝上，以及呢我的建议吧是把手背啊就手的这个背给转到朝外侧，然后呢再把它给放进来，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放进去转过来到这边。好的，这个变形是很直觉的了啊，没有任何的难度啊。然后呢我们把两条腿的话呢我们先按照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变形方法，我们先把两腿的话呢做个简单的合并，这个两个做一个简单的合并。好，然后呢往前面转，这里把它给推进去。推进去的时候呢各位注意到啊，推进去的时候呢这里这个凸它要卡进去呢前面这个，这里有个缝在这里啊，各位就是要知道这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把它给卡进去啊，这里的话呢就是稍微的左右去调节一下，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载具状态下呢有着非常不错的滚动性，这个也是官方玩具呢一直能够称霸的理由之一。它的车形态的你可以看到它的挡风玻璃，这个应该是做出类似于装甲的这种护栏啊，前方车头灯的话呢就直接就一片都省略了，后面也都没有，就整个是灰色，那只能勉强看出说有不同层次不同颜色的石头啊。
那我自己的话呢，是还蛮喜欢它这个造型的。它所附带的这个石头斧的话呢，按照它是放在前方，可能是一个攻击用的武器。那么呢，按照它的一个还有另外一种变法，就是说呢，它的后面这一片部件啊，是可以把它给拿下来的。我们把它给整个给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的话呢，它就变成了是一个什么，就是载货用的这种皮卡，对不对？后方就可以搭载货物了啊。那把它的这个原本的脚底板就打开，然后呢，按照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给扣上去。它有一个组合的卡扣，我们将它给结合上。对，这样子它就变成了一个就是推土机，还是反正有攻击或者是说工程作用的一个道具啊。所以说它的一个玩法还是比较多啊，即便你不把它做一个拆解的话呢，它一样是有不错的一个替换的玩法的啊。那我们把它跟它的这个 partner 呢做出一个车型它的共同展示，不错了啊。就难怪说这一次的评价的话呢，还是属于比较高的一个，目前也比较难买到，各位就碰运气去找找看吧啊。那今天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